这赶后断球了赴台费后，要去哥你吃午餐，然后去看贺岁片了。难道 uncle 会咏春？ uncle 告诉你面，随便吃吃面就去看戏了。看完戏后带老婆去吃宵夜再回家。当你不知道要吃什么甜品时，雪阳之甘露就对了。老板娘的芋泥波波，学游客来槟城吃炒果条。老板娘 order 的拉西面包。我的年初六就是这样过的，拜拜了。